那就由我们刘立伟直接挑战大魔王了。是的，那么我们大魔王就是在我们第一次定功地大赛有相当杰出的表现，这么街舞圈非常搞怪以及搞笑的名称的，让我们欢迎我们的阿克老师。就是他的名字。对 ，His name is Doki, King of Doki, right? Oh yeah, baby, are you ready? Ready, right? OK, 好了，那么待会由我们挑战者先出，好不好？其实是因为阿克不会 Doki， 你先示范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挑战者哈，我们挑战者先出了 ，OK， 好 ，All right, DJ Jumpy。你这个跪下意味不明啊，继续还没啊，这么快啊，你要带一下带一下啊，两round没有，因为只有一首歌，你要两round干嘛？对，好了，再一次啊，再一次，再多一点，more mo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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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re。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，快！来试试看不被拍的啊！哎呦，抖音 monster 来了啊！这是抖音吗？啊，来了来了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嗨嗨！Like a guy, I'm a pocket so low. I ain't crying, I'm a good dick, I'm a friend, I'm a lot, I'm a cash down, I'm a fish, I'm a chest, I'm a size, I'm a
OK， 是的，非常令人摸不着头绪，就是人称台湾走狗的 King of Tokyo 我们的阿克老师。是的，好了，那么既然是 battle， 还是要有个胜负，我们还是要来听一下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抉择啦。是的。 好了，这是一场虾妹与种狗间的对决。